大家好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钓鱼的时候，可是身边却没有钱呢？不想花钱呢？很多人就可以来这种桥下钓鱼。只是对于我们这种初心者，来都市的桥下究竟能不能钓到鱼呢？是很幸福棒。这个吐司呢，抓拿来喂鱼的，好香哦！钓之前我一定要戴上墨镜，你们就觉得？阳光洒下来，戴着墨镜在河边钓鱼，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好，我要开始人生低调了。对，我的人生一直都很低调。好，男子汉的低甩，三、二、一。第二次试钓，3、2、1 ，Go！发现一件事，面包它下去之后就不能再让它上来，它一上来它就会不见了。来，3、2，哦，这是有。3、2、1 ，Go！它面包不见了。好，第124试钓 ，Go！不知道桥上的人看我是什么感觉。如果有了坏牙棍，你就可以不经意的，然后随便。啊！爬下去的次数比钓到的鱼还多。跟大家说啊，我还是只能喂鱼啊。